刚才配合得不错，你这温顺的样子还真是招人喜欢。这段时日你辛苦了，好好休养，我再来看你的。少主不必来了，少主去忙少主自己的事吧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不过我不想再对一个令我作呕的人摇尾乞怜罢了。少主关着我，打我，羞辱我，在我身上寻求掌控感，不就是因为你在朝堂上有些无力吗？仰仗着父亲转瞬即逝的宠爱，仰赖着高门出身的嫡妻，寄希望于未出世的儿子，外强中干不过如此。你真的以为你给喜专主生出长孙来，你就能保住你现在的地位吗？里里外外，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用的，全都是我赏的。你燕春的母家一无所有，没有我，你连狗都不如。你放开我！听到实话，你生气了？我就是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看上你吗？因为你和赵芳如不同。你一无所有，你只能养我脾气。你呀，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，靠我偶尔的怜悯度日。你知道的，即便是我也得要看主上的眼光才能过活，我都只能带着镣铐活下去。你呢？你一个蝼蚁都不如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去祈求尊严和脸面呢？